毒品防治不但需要全民来关心，连人类上好的朋友狗仔嘛，斗阵来掠毒。伫个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推出的毒品防治成果展，就有机会看到缉毒犬的训练演出。训练优秀的缉毒犬，伫个警察传染之下，一个箱仔过一个箱仔真足片，只要闻到毒品的气味，缉毒犬马上伫个箱仔边啊坐落来，让警察会使进一步调查。这个小米它附近很大，啊，如果出勤没有带它，它会狂叫。它会盯着目标，啊，坐下来警示，好来。新北市缉毒犬训练成果相当的优秀，在现场看到的狼犬、拉布拉多以及米格鲁，分别一只体型的大小，执行不同的任务，常常在缉毒的工作中协助警方来破案。狗狗闻到的时候，它是坐下来的，啊，为什么要坐下来？因为我们不管是毒品也好，爆裂物也好，它用咬的。如果是爆裂物的话，用水银炸弹，它一失去平衡就会爆炸；如果是毒品的话，可能用咬的啊，它这个什么可能就会吸到毒，这个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闻到了以后，它是自己坐下来。不过，随着毒品的种类愈来愈多，嘛增加缉毒犬在训练上的困难。警犬队希望会使甲相关的研究单位来合作，找出更加好的训练方式，来增加缉毒犬的缉毒效果。记者新中林金如新北市采访报道。